秀姑，你见着我包了吗？你回来了。去哪儿了？大家都急死了。出去办点事儿，他们大惊小怪。哎，这腊肉哪来的？我去同事家打麻将，赵站长给一人送了一块。你最近一直跟赵恒轩他们打麻将？我同事是他太太表姐，这一来一去，有时候就在一块打打麻将。你最近在看这种书？苏阳，你知道赵恒轩是什么人吗？大家躲他都来不及，你当着他的面看这样的书，挺好一个人啊！你知道这有多危险吗？这一个追求进步的老师，就不能看看新的思想吗？难道你想我成为一个家庭妇女吗？梁彤，你怎么变成了这样啊？我都不认识你了。秀姑不在的时候，我带孩子，我做饭，我照顾老人。这秀姑在家了，我才有点时间去读书。你真想我成为一个家庭妇女，成为你的附属品吗？你当初喜欢我、爱我，可不是现在这样的。好了，别吵了，孩子们都睡着了，来，喝汤吧。赵恒轩，进步书籍，无事献殷勤的腊肉，这一切的一切，让梁彤嗅到了一丝危险。不行，必须当机立断，制止苏阳。对他，对自己，这都是一个保护。给你们赵站长拿回去，我没有收礼的习惯。刘老板，哟，赵站长，这么晚了，您还来啊？吃了没有？我这还有鸡汤面，要不要来一碗？哟，今儿这个面这么晚还在那？嗨，有位客人提前打招呼，让我留了鸡汤面。嗯，请了几位朋友，这正好还有富裕。我跟你打听个事儿啊，说，刚才梁彤将军过来了。是啊，和谁一起来的？罗浩斌先生，您认识吗？嗯，听说是做军火生意的，就是他，提前让我留了面，请了梁将军，还有几个生意上的伙伴。他们几时走的？刚刚走啊。哎呀，梁将军吃完面就说要早走，罗先生他们死留着他。这不，罗先生刚刚把梁将军送回去。梁将军不会有事吧？前一段听说日本人要找他来麻烦。没事，你先忙吧，我走了。哎，你吃完面再走啊。不吃了，伙计。赵站长，知道你没时间吃，这不都给你装上了吗？饿了再吃，行不？去，给赵站长把面送到车上去。辛苦了。哎呦，应该的。
梁腾将军是几时来的宁国？大概七点。梁将军来的时候，我记得天刚刚黑。他是和罗浩斌一起来的吗？是啊，我亲自出门接他们的嘛。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不管你愿不愿意，进攻中国东北，该发生的终究要发生。东北很快会落在苏联人手里了。共产党现在是迫不及待。委员长紧急召见我，要我们战后工作组全面启动，筹备了这么长时间。是该我们全面发力的时候了。走。我们情报系统现在是全方位关注日本人的动态。根据破译的情报，日本人现在已经乱了，完全是一副绝望的状态。这种情况下，估计15天到一个月，日本肯定会投降。Miss Mulaney, everything is clear. This is top of the line, even in the U.S. The Chinese are using the technology we provided against us. Okay, let's deal the rest. Thank you for your service. If you ever need me again, I can be here anytime. Okay. Okay, let's go. Thank you so much. You're welcome.